主要的判断。那首先呢，第一个，各位可以先产生一个专案之后的话，接下来我们有 Google Map， 那 Google Map 部分其实它会也会需要做一些什么呢 Android Manifest 的设定，里面要需要哪些设定呢？这边会需要做两个地方的设定，所以如果说你的 APIs 没有办法 work 的话，那也会产生问题。那这里的话呢，我们第一个要先载入什么？载入这边特别说第一步不是从 application， 而是从原来的 manifest 这个主画面这边，我们可以 add 一下呢各位可以找到有一个叫 use SDK， 因为我现在要使用什么 Google Mate 相关的 APIs 的一个 SDK， 所以请你选择 use SDK， 按一个确定。确定之后的话呢，这边呢，请你找到有一个，等一下更正一下 ，add use 一个有一个了最小的，这个本来就有 use， 这个是应该是 add 更正一下应该是 application 跟着一下，不是从这边，从 application 里面 add， 那前面我们用过 add 什么 activity 跟那个 receiver 的，那现在是要使用什么？使用 library， 不是 SDK， 因为。